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，今天呢是个好日子，是吧？又有进城了。我们村有个人呢结婚，今天下来喝喜酒。这儿时间还早，刚刚给我姨娘打了电话，她说她在那个市场里头卖红枣，我们这儿去转二市场嘛。作为我们之中第二大市场呢，人这儿还是蛮多的。啊，一点一点。他养了好多年了，是是。他说，他是我们本地的山羊。但是基本上来说，稳在那个价里了。还是区别。几万子呢？刚刚去市场呢，问了下那个羊肉的价格，还是40多，基本上也没涨也没垮。那个鸡肉呢，涨了2块，一直就没降下来。猪肉呢，这两天降个3块多到4块，28块钱一斤。但是呢，打到我姨娘了，卖红枣还没开张。好像是外头买进来的龙江，龙江啊！哎，那个鱼是啥子鱼？河滩哦。哎，喂，饲料的鸡鱼儿吃的那么香。今天你那个小鱼卖的好多？那个河滩12块，10块买卖，10块2斤。啊，10块不卖。这个河滩就直接搁那个前面那些个烤个蛋。炸了炸了，他那下酒很安逸哦。哎，不油那个。哦。猪肉这两天爬个30块了咋？讲他们讲这两天还要涨点钱。刚刚去问了哈，花生价格5到6块钱一斤，都又涨了1块哟。你像一两先前卖那个红枣，卖2块5，2块，还卖的1块5，现在是1块钱斤、几块钱斤都在卖了，怕个下了。两个人才感情哈，那个活到了吵到了，对不对嘛？我没文化了，你这毕竟不能。啊，15块。他去。这个叫我讲不到了。那个，这个，我这一头加水的时候，来来来，我来，我要跟你提。哎呦，找到哪里？找不到。哇，这么子吗？他才游得起来个。今天进城的路上好堵，好像是那个市政工程在某些老村的设施，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嘛，全部那个的给那些压车把多的给压，到处都是人，车子也堵起，全部封路。他为了安全啊。对，那个我是看那个宋先生，我的街上全部都要隔嘛。他就害怕那天吹大风打雷那些，他们发神经了。那个叶子才长，这个也有菜可以种。这种上面炒出一个人能香。那个长不拉大有，那个香。那个看到左右都有生意，一两点红烧，这儿还问都没得那个人来问。买东西就是要碰运气的，别要过手，靠耐心过手。多少钱一斤？你啥子买的？那几个回来鸡没打过。你不尝下味道嘛？是啥子味道？你跟叔叔讲下看看。他们那个吃一点。是啥子味道？要干嘛？是不是甜的？咦，他们把水煮醒了，不去喝哈。哎呀，嘿嘿，来换牙齿了，要少吃点噻，要不然那牙齿不好，晓得吧？少吃点才能甜的。真的，小朋友。刚刚一个阿姨呢，发了张传单给我。
油啊。他那叔叔今天在个跑，你那梦里想。那来。抢不抢？哎呀，这个天生意好轻松。本来生意那就不好做嘛，慢慢就来噻。我那么难了，本来都那么难了，我去买个红包，我过去了，他们那边卖的，今天中午就去。好，你走一遍，我来看看。还有人来没得嘛？要得嘛，你有啥子事情你给我打电话嘛。好嘛，好好，走走。我先走了哈，没了。好，没得事情。现在时间呢也不早了，人家你的红烧呢，他在那边卖哈肉肉，吃了肉。待会儿我去买个红包，参加婚礼去了。多少钱？红包买到了，好稀奇稀喽！刚才本来想买一沓的，身边的朋友呢，婚都结得差不多了。走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